想夸我见义勇为、侠肝义胆，就直说嘛。就当在下没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请自重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仅主动关心我，还很会挑礼物。两位公子是在找卖孔明灯的人吗？你认识？神明大人，希望你能让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找到归宿。还有，如果我已经遇到了那位有缘人，无论相隔多远，都请让他喊住我的名字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早日拿到王爷人头。王爷的头就在这里，你有本事就来拿了，看你舍不舍得了。你真当我不会杀你？No, 我就是仗着你喜欢我。风言乱语。我妈跟我说，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，你就承认吧。为什么其他的店都打烊了，前方的酒楼还这么热闹啊？王爷是真不知，还是假装不知道？那不是一般的酒楼。那我更要去了。我可不去。你不去啊？那我自己去了。公子，喝一杯吧，公子。公子，喝一杯吧。公子，喝一杯吧。我有钱。公子，喝一杯吧。动了本王小姐的人。我的男人谁也不许动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，快点出去。休要胡言乱语。来了来了，快点。二位爷别生气嘛，你们要找的头牌人给你们带来了。来，拿去。哎呦，二位爷你们玩得愉快啊。行，你下去吧。二位公子想听什么？姑娘，你认不认得这个？二位公子怎么会有我给他的信物？是你们杀了我妹妹。姑娘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是……我们是你妹妹的朋友，近日得知她的死讯，特地想去祭奠一下，不知道是否方便。可是，我也不知道她葬在哪里。我今天找了一天，还去了乱坟岗。仍然没有收获。看到那些脏乱的尸体，我就想到我妹妹，她生前如此凄苦，死后也这样凄凉。我以前是给去世的人化妆的，让他们体体面面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你放心，你妹妹在那个世界不会再受苦了。多谢公子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还没找到人呢，好不容易找到的最终线索，还说陪我找尸体。我看，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。来，看看花灯来了。我刚才是见有举止奇怪之人，才带王爷离开。王爷也知自己处在危险之中，若在下不在王爷左右陪伴，恐怕已早已不测了。你担心我啊？我只是担心，还没拿到解药之前。我便成为王爷的陪葬物。你就是担心我，别嘴硬了。那便如王爷所言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这最危险的人竟成了护自己周全的人，你说荒谬不荒谬啊？哎，这是什么面具啊？公子不知，这是傩戏面具，分正神、凶神和世俗人这三大类，每一类又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。二位公子看看。我不趁过节之时买两个。这个凶神很适合你，拿着。这个很适合本王，怎么样？开吧。这狡猾奸诈的形象，倒是与王爷本人分毫不差。哼，之前还夸我英明神武、侠肝义胆，呵，男人。在下可没说，全是王爷的臆想罢了。
走走走，阿丁。你们去那边找。是。阿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苏，来不及解释了，这太危险了，赶紧走。你们快走，我拖住他，走。你们果然是一伙的，追！算见到你这个叛徒，还想和狗王爷去哪儿？走！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。我们说过要一起面对所有危险的。走！王爷，快去调兵，按计划行事。走啊！你们小心一点。走得正好。殿下念在你跟随多年，忠心耿耿。屡次三番让我手下留情，可这一次，我要替他做主，除掉你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你我只是太子用来夺权的一颗棋子，谈不上你说的这般情谊深厚。若不是你们二人叛变，殿下已经如期完成他的计划，不会在太子面前一再失信，以免尽失。可能是我本能，用所有交换余生。当你迷路前放眼我台灯，情到深处怎会舍得离分，只剩下你的气味还能保留。花与诗，双分。